主料，红豆200克，辅料，冰糖，红枣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红豆洗净，倒入锅里，放几颗红枣，加水，放电饭煲上煮，等水沸腾了，加冰糖，再焖2-3个小时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冰糖不要放太多，太甜就不好吃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